又是黑的。哎，别这样，别这样。我的妈呀！为什么都是黑的呀？全黑，因为停电了呀。好黑呀、啊！大老师，大老师你在后边，大老师，大老师你在后边，大老师。走走，咱们一块走就行了，来吧，走。我们去哪儿啊？我们先把电箱找到。看清楚，我们走廊里面有四个备用的电源。走走走走走。走走走不要害怕，我们一起喊出口号。要不要唱个歌吧？我们一块唱个歌，唱个歌，这样就唱歌。对对对，那个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，都不会这一句。是，等会儿，听我说两句，咱能不能放在最上？我不能在最后一个。我不能在最后一个，我求你了。不是，你这么着，你在中间行吗？然后所有人抱着你可以吧？然后所有人抱着你，我不就在旁边了吗？来，这样，抱，为什么我变成了第一个？抱，没事，不是不抱，什么味道啊？邓伦，你看，抬头看一眼，你是第一个，现在我被伦哥吓死了。哎呀，我腿软了，我真是腿软了，我不想走了，我哪也不想去。没事。裁判，老百姓，这我忍得真高兴。哎呀！鞭炮兵的八路怎么过瘾？不是，现在是怎么培训呀？我们要走到哪儿啊？我先把电箱找到。你现在。那是不是有个亮的地方？那是不是有个灯？哪儿有灯？我根本看不见哪有灯。不要看，不要看就没事。这是一个。要这样是吧？对，然后就可以了吗？不是，得四个一起摇。来，我们留住手，一个人在原地。对不起，我要跟那个大老师一起走。咱俩就在这儿。我就在这儿了，我不动了。我们就在这儿。我动不了。下一个地儿啊，不行。咱们一块嚷嚷。不是。哎，不行。大老师，你得一个人一个地儿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五个人。四个。对。得有四个人，就说明只有两个人可以在一起。对，他不在这儿吗？那不行，那伦哥就一个人呀、啊。那没关系。我不行，那没关系。我不行，我不行。你是不是男人、啊？可能不是。要不你们俩在这儿？不是，你们俩在这儿。咱俩在这儿等太长时间了。没事。不是，我，咱俩在这儿蹲着，咱俩在这儿蹲着聊天聊人生，来这儿聊聊人生。聊。我现在没有人生了，我觉得。我觉得我马上要没有人。哎，咱一人喊着，咱得说话啊！指什么？你别看我，我闭眼了。不是，咱闭眼也不行啊，不能闭。别留我们俩在这儿了。哎，你们说点话，喊着点。不行，我不能跟他在这儿。首先，你们嗓门太大，你们听不见别人说话，好吗？我们一直在说话，好吗？谢谢你们。我们俩不能在这儿。这边往前还有一个了吧？我的妈呀，不害怕耶。我为什么要跟邓伦在这儿啊？你不跟我在这儿，咱俩就得自己一个人。那还是咱俩啊。你将就一会儿吧，行不行？啊，太吓人了，我不能动啊，我不玩了，我走。不害怕耶，在我心中，把我生命里的每一。苍梦，哎，这有一个，好，这有一个，哎，这有一个，好，这有一个，谁留在这儿？好。过来！怎么了？干嘛呀？快来！
怎么了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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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来！我们没事没事，我们来了。怎么了？听我说。我跟你说，就现在在我们的正前方，是一个很长的走廊。在走廊的尽头，有一个穿着红衣服的。长头发，我正我低着头，我一直没睁眼，所以我们俩不能在一起。我现在全身都是汗。不是，我跟你说啊，我觉得吧，这个走廊很，不是这么着，咱们先回那有亮的地儿，咱们先回有亮的地儿。首先，咱们先把那张纸看清楚了，到底怎么发电？对对对，要不然是顺时针是逆时针？我能问问题吗？刚才为什么闪的？因为我们找到了第二个摇把，我们摇了摇了几下，它就出现了这个可能就是找到第二摇把在哪儿？在那边，在这儿。我在地上，在龙哥拖着我走了一米，他拖着我走了一米。他去哪儿了？他去找这个红衣少女了是吧？他面对着那边，我是低着头在那儿拉着他，他把我拖了两米远。我主要是我看见那个人。你为什么要看呢？你就在他们找到之前不要睁眼。对，因为突然亮了，我其实想帮你们找了一个电箱来。想太多。